医生会开什么给我？开药包给我，有什么颜色？来包红包的，还丢哈？啊，红包其实安娜。发香嘛，它两边哈。对，你来到深圳里面，你看到那个比较鲜艳的果实，你不要想说哇，这个像糖果，我就拔一颗来吃看看。危险，很危险。山上的东西还是留给那一些鸟兽、那一些昆虫吃，不要没事拔下来尝看看。这一尝大概要送医院哈，尤其是姑婆芋，比较危险哈。那还有前阵子也有人用姑婆芋的叶子来冒充是荷叶，其实不能怪吃的人，是怪包的人或是厂商提供这样的东西。因为如果像我对生态我还可以了解一下，我可以分辨它，可是我对生态如果完全不了解，我怎么分辨？你今天也许我觉得你是餐厅出来的，是一道很特别的菜，它是已经就是干掉的，那这样子你也看得出来吗？可以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长期在看，就像我长期看到你，就喊出你名字。那如果太久没有看到大家，也会忘记这样子。所以有空也欢迎大家要常常来银河，看看我们这些花花草草。来 ，OK。